9:45来接我，准时。一年只有这一天，让我继续活在你的心里吧。永别了。妈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想死，我想活着。大圣，你一定会很多法术吧？我知道，齐天大圣孙悟空，身如玄铁，火眼金睛，长生不老，还有72变，一个筋斗云呢，就是108000里，拔一根毫毛一吹，怎么什么都没有啊？对了，大圣，你还有一根如意金箍棒。话说那金箍棒重13600斤，大圣大圣，你的金箍棒呢？哦，戏里说你给藏在耳朵里了，给我看看啊，给我看看。你这小屁孩，叽叽喳喳跟哪一路？俺老四的脑仁都被你吵炸了，能不能让我安静会儿啊？好，大圣，二郎神真的有3只眼睛吗？哦，好厉害！大圣大圣，巨灵兽是不是力气很大？很大。四大天王是兄弟吗？是姐妹。那哪吒是男孩吗？哪吒。托塔天王有塔吗？没有。那塔里有人吗？没有。哦。欢迎大家收看麦太太世界。今天我为大家介绍一个简单别致的小菜——纸包鸡。家里的小朋友一定很喜欢，材料很简单，我们只需要一个鸡包，我们把粘在鸡包底部的纸撕下来，慢慢撕，就会得到一张鸡包纸，然后把鸡包纸这样反过来，这道纸包鸡呢就完成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会教大家做一道纸鸡包，材料很简单，只需要白纸一张。我们只要把这张纸这样一个纸鸡包就完成了。各位小朋友，你们说像不像鸡包啊？今天为大家介绍一道小朋友一定喜欢的鸡包包，鸡包包，鸡包纸包，纸包鸡包包，纸纸包，鸡包纸包鸡。鸡包感觉像台词课。做法也很简单，只要将鸡包包这个鸡包，再包这个鸡包，包着那张纸包鸡，再包包包包包这个纸包鸡，再包包包包包包鸡包纸，纸纸纸纸纸包纸，纸包鸡包鸡纸，纸包鸡鸡鸡鸡纸纸纸，再包鸡鸡鸡。你干什么瞪着眼睛看着我啊？你不要喜欢我。虽然我平易近人，天生丽质，但是山鸡哪能配凤凰呢？区区一个店小二，我怎么会看在眼里？我想想也不可以，想也有罪。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。你想我住在这店里头，那你就有机会了？没有，一点也没有。喂，你干嘛不看我啊？我是怕姑娘你骂我。你好端端的，我干嘛骂你啊？你不看我，分明就是存心不良。难道我有老花？你干嘛？怎么样？我干什么呀？你管啊！警告你个少管闲事！你不要亲近我，小心我扁死你啊！我呸！我想亲近你，你当你是王祖贤呢？哼，一定是被我给说中了，要不然你干嘛那么凶啊？不准看着我，小心把你眼珠子挖出来！哼！晚上不睡觉又出来假扮王祖贤！哼！王祖贤谁呀？没听过。你好，小姐，你能想想好，给我一小瓶面包或者一杯牛奶吗？好的，我去找些吃的给你。你怎么哭了？啊，没什么。区区一碗牛奶，小意思。但是好心就会有好报。我是你的仙母教女，不是仙女教母。哦，哇，
没了，家人被我吃垮了，现在好不容易有了便宜药，你们非说它是假药，那药假不假，我们能不知道吗？那药才卖500块钱一瓶，药贩子根本没赚钱，谁家能不遇上个病人，你就能保证这一辈子不生病吗？啊！你们把他抓走了，我们都得等死。我不想死，我想活着，行吗？说去。